我对风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感受，其实就是来自于大理，它就像一种怪兽，还有各种各样的声音，充满了生命力，而且风是流动的。我也喜欢到处跑，所以我就喜欢它这种感觉。只要说起奶白色的天空，就会想起大理一年的意外，它给你带来幸福还有重逢，就是那些顺流又撑头的日子。然后我有一段时间我特别神，我就觉得我好像对风有控制能力，然后我经常就一个人，比如说这是一个树丛，然后就会风风，然后等到把风吹来，然后就它被我吹来。只是这些事已经遥远了，谁都是一个宇宙的中心，谁都可以说是宇宙的上面。当你见过冰川和湖泊，也走过。很多人都说我的音乐是有治疗作用的，我觉得最大的原因是因为我先治疗我自己。反正我有些时候会有一种，我的歌词、我的诗歌走在我的前面，然后我慢慢慢慢的才变成里面写的那个样子的。比如说我在高中跟我大学的时候，我住在外婆家里的，然后我的房间永远都是我会有两层窗帘，就我很喜欢黑，经常把自己关在房间里。然后我觉得那个时候也是我的一个内在的一个状态，就是非常闭合的。然后直到我后来，我觉得就是来大理吧，就真的感受到了阳光，然后还有那种打开的那种，就是慢慢慢慢的跟自己和解吧。然后就喜欢光，喜欢太阳。太可爱了，你看。我觉得大自然反正教会我太多东西了。我来大理的时候，很多音乐人我都碰了一面，因为我想看他们在干嘛，然后我也想学习。我想玩那个。可以。有一个朋友，他知道我喜欢李代国，然后他就说他可以介绍我们认识。他说李代国也在招学生。在我们开始说话之前，可能我就已经大概认识他，就是我们没有联系方式什么的，然后就慢慢就开始。我在好早以前，4年前我知道他，然后看他会那么多乐器，然后我因为我不怎么会乐器，但我很羡慕。然后我当时就想，哇，我如果能跟在这个人屁股后面，我都会超级开心。结果后来果然就跟在了屁股后面。嘿，切，嘿，哎，他现在又有动态了，好吧，刚刚都没有。OK， 可能就是需要给你打个电话，他就挺乖了。他会问你，你最近在干什么？然后我就会跟他说，我想做专辑，学习怎么用录音软件，然后自己也用简单的设备，然后录一些东西。我就在想把那些东西给记录下来，然后后面就变成我来做，或者反正就是我们走了近了一点，然后就让他进入我乐团，教他一些东西，然后也让他就跟他一起制作这个唱片。他一直都知道我想干这个事情，他说你可以的，他说他能感觉到我的饥渴。我觉得他算是想学好几个东西吧，然后他也说过很多大话。我会做一辈子音乐。关于他的计划，当然我不应该说这个话，我应该只要去做就行。但他也要学这些乐器，他也要学编曲，就是他想什么都接触，什么都了解一些。学呀，我很喜欢这种状态，我能够
参与进去，我能够去操作它，所以我必须要去学习，才能去满足我的这个渴望。尽量干净一点，就是如果我们要在那个地方切，现在你弹的版本就是完全是一个独奏者，你加一个后的低音那儿滑来滑去，然后还有一个鼓的话，那就他们就变成都在抢喇叭。 okay, okay, 听到你吉他变成一个大经理在我面前，我这个吉他就是这个样子。好了你跟我有精力听其他乐器吗？快我不想听你说了。对，我们俩经常都是这种过山车，最近又在一个比较 peace 的一个状态。最后我们是用了不同地方的乐器，有西洋乐器的什么的，然后我根据他人声和这吉他的关系我们定好，然后你练这些，然后一个一个编好，我们看你编出来的什么样的东西，我们再决定一些结构的，基本上是根据词，然后在这个结构上我们看它还需不需要加一些其他的声部。这感觉呢，我在哪里多余你就切掉，然后你的词吧。现在有一个问题，就是我发现所有的歌里面我没有鼓。鼓是好东西，但是你现在已经把你的节奏这些练得很好，就是你的律动感这个很舒服，我们不需要说好这个专辑已经要表现到我们也可以有这种，反正我试，我就是我也拿着试，然后如果他没有一加一等于三的，对，我就没必要。对，反正他音乐上呢也是有，他有一个能表达，有一个能量，有他的东西，所以我跟他做一些音乐，包括参与他这个作品，也是一个开心的事情。就是对话模式，也会当伴着我自己的作品，因为我跟他一起去想了，跟他一起计划，然后一起完成了很多部分。挺好的，好，下一首。其实我不能说出来我看得懂诗集，因为很多人也都说就看不懂诗集，但是就是你会被那个东西给吸引，很多时候大家就会问我，就说你的歌词啊好像没有什么逻辑啊，或者是有点矛盾啊，我觉得诗歌就是这样的，它不需要有逻辑，它只是在产生一种美，甚至在创造一种词汇。我们选择成为我们想成为的这种人，至少我们还有一部分的自由。感受吧，就是相信来自于感受，然后怀疑来自于你的思考跟理性，但是不太去判别，因为他们就是存在的嘛。我只是找到可能这个阶段比较适合我的，然后我也愿意去变化。你看风都同意我说的话，风来时如光无影，唰，风